馬明發帖嗌好愛 Cute 媽，湯洛雯呷醋留喊樣 emoji。馬國明與高海寧主演的劇集《私九特工》上周首播，經過周末兩日休息，今晚28日起播出第二周。二人在劇中角色分別叫高大勁和 Cute 媽。馬明昨夜在社交網站貼上跟高海寧的拍攝花絮照，留言：私九特工高大勁真係好愛 Cute 媽噶。可是貼文引來女友湯洛雯以哭喪臉的表情符號作回應，嚇得馬明立即氹返女友。高大勁咋，有網民還問靚湯吃醋了。亦有網民喜見二人公開打情罵俏指好甜蜜。